国粹教育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由公主的品牌服饰独家冠名的自由国际课程圣诞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严志强。今天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辟谣以及辟谣之后的防守反击。如果你想看到更全的教学视频，可以到我们的公主的官方网站。如果你想和更多的爱好者进行交流，可以加入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讨论群，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功夫者官方微信平台，那里将会有更多的知识为大家奉上。好了，下面我们开始吧。之前呢，我们在学习直拳的时候，已经学习了基本的防守动作，比如说前手合打、后手合打和向外的合打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了解一下最基础的身法，叫做辟谣。辟谣呢是一种最基础的躲闪身法，要求在格斗式的基础上。比如说当对方直拳打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想简单的进行身体的一个下潜，绕过对方的拳头，尤其或者说对方打摆拳的时候，我们一个下潜躲闪过去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动作要领。初级训练者呢可以采用这样的姿势，在格斗术的基础上，首先学会重心的下压，然后同时呢腰部发力向左向上，躲闪过对方的拳头。请看短暂示范，重心下压，腰部发力。当然，当对方拳脚比较，比如速度比较快、力量比较大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采用直接重心下降。下降之后再进行躲闪。请看下面示范。在格斗术的基础上，重心下压，侧面，背面。第二种，重心下压。这个身法呢，在实战过程中要求一定要快速把握一个敏锐的观察力，一个准确的判断力，迅速躲闪对方的攻击。下面呢，大家和秦家练习。下面呢，我们来了解一下。在辟谣的基础上进行防守反击，通常情况下呢，对方直线进攻完，我们通过扩张弧线，我们防守完之后，迅速进行后手进行重击。请看，躲闪完之后，直接进行后手重击，或者说防守完之后，配合勾拳，请看连贯动作。背面，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。